主料，鸡爪1000克，辅料，花椒，大料，桂皮一节，香叶两片，小茴香，火锅底料一袋三分之一，水，盐，葱，姜，料酒，红曲粉，老抽，鸡爪浸泡，切去鸡爪尖，凉水下锅，倒入适量料酒，炒一会捞出备用，锅中放入适量的油，放入葱、姜、花椒、大料、小茴香、香叶、桂皮炒香，加入适量的水，倒入老抽、火锅底料煮一会，放入鸡爪，中小火盖盖炖15分钟，大火收汁，关火在锅中焖一会，装入碗中，放凉了再吃更入味。烹饪技巧，香料提前炒出香味，再放入适量的火锅底料，做出来又麻又辣又香，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